今次主要參加 DSA 呢個原因咧，係希望透過呢個比賽當中啦，甚至乎呢個訓練當中去 train up 自己，提升我嘅自信、銷售嘅技巧，甚至乎唔同嘅肢體語言及動作。透過呢一個機會，我希望係更加鍛鍊自己有一個好好嘅表現。喺個訓練嘅過程裏邊，學識咗唔同嘅銷售技巧，更而提高咗個人嘅應變能力，更加學識咗大家嘅團隊精神添。 DSA 係一個富有挑戰性嘅比賽，除咗可以發揮自己嘅所長，亦都可以全面提升你嘅銷售技巧，絕對係每一位銷售從業員值得參與嘅盛事。首先，我想多謝公司俾今次機會我參加第52屆 DSA 嘅比賽，能夠獲得今次嘅殊榮，我最想多嘅多謝嘅就係我嘅上司同埋我嘅營董，當然唔少得我嘅屋企人啦。 依家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嚟㗎，有公司嘅專業培訓同埋 support， 仲可以得到業界認可，你哋都快啲嚟參加啦！